可是一般上菜者不是都会拿什么东西吗？三宝、五宝。你说那个炒萝卜那种？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。可是我妈她不会。她不然她拿菜刀吗？感觉你应该蛮照顾头发的，对不对？平常、欸、自己在家会护发吗？会啊。不会摸起来就很干。我最麻烦的帮我拿一下，有大概想要哪一种色系吗？可以了，再大一个，还有那个修整期啊。你先停十五分。各种酒盘子。没有要上厕所。还好。啊 ，OK。你是几月的？十二月，我生日刚过。十二月是摩羯。射手。我射手。摩羯而已。哦，对。射手不是蛮活泼的吗？你朋友算多？对，算多吧。你是比较安静的人。我比较慢熟。哦，会觉得就是在一个团体里面，如果比较大家不认识的情况下，你是属于那种会默默先不讲话那种。对。哦。你是会先观察谁对你有害吗？还是你是不好意思？害羞内向，差不多。那你怎么知道我这样懂啊？看 IG， 有那个 YouTube 啊。看影片。对啊。好。那探险的你会看吗？哦、你也会看？你是算打发时间看好玩，还是本来就喜欢看那种？本身是蛮喜欢看的。哦，想说，因为有些人是就无聊啊，就是多看看。本身是有接触过，所以会有兴趣。哦，接触过，是怎么样接触？你有在跟庙宇的活动？嗯，我家有开、啊。哦，你家开公庙的，是那个。算是有在给人家办事那种的，那现在没了。啊、以前是谁在办的？我妈。哦，妈妈在办。那后来没在办事之后，那个公还在吗？还在。还在，只是就是没在帮人家办事了。没有。了解。你小时候是都会看妈妈帮人家处理这样子，你这样子在那边这样看妈妈处理，有看过那种卡到中邪的那种吗？欸，是有，觉得很，那是很夸张。怎样？我觉得他是真的还是假的？你说那个中邪的人？对、啊。可是去你那边怎么可能会假？干嘛去你那边演戏？但是小时候不懂，觉得他……哦，小时候，小时候是怎么了？对啊。神经病之类的。嗯。长大就比较清楚。他妈妈是本来就有那个体质吗？嗯，我妈他这边的人都有这个体质。哦，妈妈这边的都有这个体质。对啊。他是当谁的机身啊？他
可是一般三太子不是都会拿什么东西吗？三宝、五宝。你说那个超 over 那种？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。可是我妈她不会。要、啊、不然她拿菜刀吗？她出生的时候就是很静静的那一种。哦，她是文静型的。对对。哦。没有那么武就对，他比较文一点。对，因为好像有分那个年纪吧，应该是，对。因为其实太子这个区块就没有特别去了解太多，因为太子的机身比较多，然后又其中又分很多年纪，有些是说他才几岁，有些是说他几岁之类的。应该可以试试看，把刘海留到长一点。辛苦。你比较辛苦啊，你一直坐着，我们这还可以动。拜拜。